姐妹们，今天吃个韭菜。红烧肉煮的有点黑呀，鱿鱼须，麻辣霉豆腐，肥而不腻，
个竹笋是不会胖的啊。太香了，一口爆了，这是生姜。今天辟谷餐活动啊，我挂了下面链接，买一盒，嗯，哎呀，好给人呀，给到了。买一盒送一盒电解质水，还要送泡脚液，就是拿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泡脚。六龙锅，
小米椒好辣。